姐姐。Hello， 安乐乐。今天学学 A B C 要来学什么呢？这里有两颗苹果，我们要来学大和小哦。This is a big apple， 这是一颗大苹果。Big， 大。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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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嗯，没错 ，big， 大。那大的相反是什么呢？This is a small apple， 这是一颗小苹果。Small， 小。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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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Big 跟 small 都学会了吗？那我要来考考小朋友咯。现在这颗被圈起来的苹果是 big 还是 small 呢？ Big， 大的。这个苹果是大的苹果。答对了，是 big， 大苹果，很好。那再考考小朋友，现在这颗被圈起来的苹果是 big 还是 small 呢？想一想，刚刚教过咯。 small 小的，这个苹果是小的苹果。好棒哦，你答对了，是 small 小的那颗苹果。今天学学 ABC， 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了大的是 big， 小是 small。 今天我学到了 big， 大， small， 小。 Good， 露露好棒哦。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你也很棒哦。下次再一起学学 ABC 吧。拜拜拜拜。